我真的吓到，我想说，该不会我的酵素卖出去了吧？哈哈，结果呢？我看一下啊，酵素去卖给小一个，应该怕一个吧？可不要小看酵素哦，因为现在的价格真的是一来一去的。我看到别人在卖，随便什么金瓜就卖好多，嗯。最近嘛，销售是偌济啊，差不多被抢满，差不多被抢满。卖水一直在给我拉低它的价格。嗯，可爱的胶水壶，这个应该还没讲啊，胶啊壶，种子啊，或者是一些青江菜的东西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应该都讲完了，好，这边无聊了，玩玩阿慧吗？Game。OK，接下来影片可能会开始讲装饰品喽。不过我可能会先从按照顺序讲吧。有人教我诶。我们按照顺序来了哈。哎，时间快转，闪电到底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啊？强化石，二三四是强化保护剂，二三四是一些点滴啊。所以扣掉卖酵素的钱，你看我现在很像还在收集一组酵素。没事，你他现在也这样说出到了，已经很多作物了耶。哦，所以你看它现在价格。这个是应该目前最贵的吧，41万，一个41万的话，10个那就很贵喽。